委屈您了，坐坐。这不算委屈。我的葬礼安排在哪天？2天以后。不会出问题吧？没事儿。即便出问题，他们也追不上您了。那你呢？我没事儿，只要您平安，我就没牵挂了。哦，也好。既然没了牵挂。 那就不要逞强，该撤的时候要及时撤。我知道。我们几点钟出发？11点上船，从这儿到码头需要1个小时，咱们10点走。喂。 阿九清楚，如果不是特别大的麻烦，零三幺不会这样贸然叫他出来。刚才为了不惊吓怀孕的妻子，他故意说零三幺只是想谈谈。电话里零三幺语调沉着，带着一种金属般的冷静。阿九熟悉这种语调，当年他曾是一名机械师，在战斗机起飞之前，飞行员最后的话语里，他常常听到同样的冷静。 阿九现在有点遗憾，出门前没好好抱抱敏仪。哎，你说他那个枪声？对啊，他为什么不解释呢？哼，如果他那个枪声真是在亚新饭店杀人时弄的，他解释个屁呀！那他当然说不是了。 对啊，他肯定说不是在亚新饭店的，但要在那同时受的伤。哎，不是，他这么说你信吗？太牵强。那个电话是打到他们家的，现在这个枪声又在他身上，我看他是解释不清楚了。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，你要再不抓他，他可就跑远了。什么叫我不抓他？ 刚才是他抓了咱们俩，那你现在去抓他呀！大伯，可是我这么想，你说，如果他真是那个人，那他刚才为什么反过咱俩？啊？等着咱们回过头来抓他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不是在跟你分析吗？老秦，你这个人太优柔寡断。 你再这么分析下去，他早就跑远了。要不说你嫩，我分析，他根本就没有跑。刚才那个电话确实是局长打的。他走以后，咱们又在他们家里折腾了这么半天。哎，如果他半路跑了，没跟局长见面，局长早就打电话过来催了。你说是不是？ 你是说，他没跑，而且现在又去见了局长？对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没把咱们的指证当回事儿。奇怪呀，局长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你什么意思？他暴露了吗？要是狗急跳墙挟持局长怎么办？ 在那儿呢吗？我敢打赌，刘新杰已经畏罪潜逃。你看出他有什么畏罪的表现？他就是要用假证明来迷惑我们吗？这不是很明显的吗？那如果咱们今天开着刘新杰在那儿，你怎么说？大伯，我提个建议啊，今天这事儿咱们暂时压一压。那不行。哎呀，刘新杰现在是头号嫌疑犯，这我毫不怀疑。而且没有替他开脱的意思。可咱们现在手里证据不足啊，所以暂时压一压。压多久？ 几个小时或者半天一天的，一旦落实证据，咱马上抓他。啊，赶紧走，局长还等着呢。
时间来不及了，我简单的说说。局长，刘新杰呢？别插嘴，先听我说。最新消息，水手小组的新军师开始活动了，他就是周汉庭。他在安德森92号这个酒吧见的，另外在佟家路400号有他一个交通站，由何秀宁负责。周汉庭不是丢了吗？您的消息来源是？何秀宁是我的人。嗨，周汉庭原来一直在您的控制当中。何秀宁已经成功打进水手组织。 也就是说，今天晚上的情报是他给我提供的，今天半夜将有一个重要人物离开上海，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水手。我们怎么办？吕伯涵呢？他在干什么？我去找一下。他在家。 一个人，啊，动手吧。现在几点了？8:40。9点吧。好。哎呀，没有时间、地点，这太难办了。其实不难。李伯欢中午就出去了，谁也不知道他去哪儿。先不管他，分配任务。佩林，你带着人去佟家路400号这个交通站。 人不要带的太多，我估计周汉庭在周围会有眼线，不要惊动他。是，大伯，周汉庭这个酒吧的电话能不能接听？能，从外边的电话打一根线就行。你想什么时候开始？要快要好，大约需要多久？1个小时吧。好，现在是差1刻9点，5分钟后出发，10点钟之前必须完成。是。来，我接着说下边的任务。 这个计划分2步，第1步窃听，10点钟之前完成；第2步10点半，佩林动手，摧毁这个交通站。这个大任务要出海，可能上船的地方一共有8个，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人手，因此我在每一个码头安排了2个眼线，他们已经到位了。如果他们悄悄地来，安静地上船，就不会被发现。因此，我们要打破这种安静。佩林。 袭击交通站，动作要快，动静不要太大。我想出不了多长时间，周汉庭的电话就可以忙了。我明白了。周汉庭一旦知道交通站出事，会马上向那个重要人物发出警告，改变计划。您想顺着这个电话找到那个重要人物？对，电话可能会打给那个人出发前的藏身地点或者是码头。可惜啊，伯涵不在家。佩林啊，你再辛苦一下啊。 拿下交通站以后，回到局里，我重新给你组织好人手，准备去下一个点。是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如果那个人已经离开了藏身地点，而码头又没有联系人，周汉庭没法电话警告，他会怎么办？那你说他会怎么办？通知他的手下拦截。是。可是他打电话一定会使用暗语啊，就算咱们监听到，也没法找到那个人的地址啊。怎么办？也对。不对。 他不会随便派手下去，别忘了这个人的行程是他亲自安排的。他不能让别人见到这个人，所以如果这个电话通知不到本人，他会亲自去拦截。对，他会自己去。如果是那样，我们怎么办？新杰已经在酒吧附近了，他监视周汉庭已经半个小时了。如果周汉庭真的自己去拦截的话，新杰肯定会跟踪他。 大伯，你到那儿以后把新的计划告诉李新杰。是，好了，现在开始行动吧。是。如果我到了酒吧，刘新杰不在那儿怎么办？给局长打电话，把事情告诉他。那行动呢？行动不能变，你顶替他的位置继续监视啊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那就不存在什么行动了。老七，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的话。 他首先会警告周汉庭，
说不定还会跟水手一块跑掉。那咱们今天犯的错误可就大了。大伯，你放心，我承担一切后果。如果他在那儿，你打算怎么办？那我就按照局长说的办。新杰的事儿听你的，压下来不提。摔我车门干嘛？干嘛来了？你怎么不跑啊？我你妈干嘛跑啊？你有事说事儿，我在执行任务。局长让我来告诉你他的计划。我已经监听了周汉庭的电话，老齐会在10点半。把何秀宁的交通乱端掉，你知道那个地方吗？富锦花园，对吧？嗯。为什么要端？局长想引蛇出洞，他希望交通站出事儿能引起周汉庭的恐慌，让他打电话取消那个重要人物的行程。我会通过监听他们的电话找到那个人。我干嘛？周汉庭要是来不及打电话，他会自己亲自去报信。如果他出门，你就跟着他。一个人？嗯。你只需要掌握他的去向，一旦地址确定，大队会尽快赶到。哦。我留了两个人在那边。如果你要跟踪周汉庭，走之前闪两次车灯，他们会通知我的。好。等呢，等着我跟你说枪伤的事儿。那你说呀。我自己弄的。自己弄的？我自己怎么弄的？有你妈这么好笑吗？我擦枪拆的时候忘了清膛了。每回我都往膛里多装一发子弹，我他妈那天喝多了，忘了。什么时候？9月13号。马蔚然帮我处理的伤口，我觉得这事儿挺丢人的，后来就没说。那后来局长借着体检查枪伤，你怎么不说呀？
局长只说是体检，什么他妈时候说过查枪伤？不是，后来大家谁都猜得到，亚新饭店的杀手受了枪伤，体检就是要找出那个受枪伤的人呢。那是不是后来？我后来还能说吗？你觉得我说得清楚吗？那体检你是怎么混过去的？干嘛说我混过去呢？马蔚然知道我他妈怎么受的伤。不是，那马蔚然为什么不把屎盆子扣到你的头上呢？我等你哪天把他抓住，你问他好吗？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吧。如果你认为我是共产党，那你一定认为局里除了马蔚然以外，还他妈有一个共产党，对吧？对，好。那马蔚然去我家接电话和这件事儿，都他妈应该不是偶然的。马蔚然如果是共产党，他是不是他妈应该保护剩下那个人？不是，你听我说哈。说什么？你说的？说你妈什么？我如果是共产党，大普，在我们家的时候，我把你和老七全他妈捅死，扔到苏州河干净吧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。我没时间请你吃宵夜。
谭中树布置好了一切，只等着电话铃响起了。他的计划很完美，环环相扣，像一串排布好的多米诺骨牌，只要碰倒了头一张，就会不停地联动，一直到终点。他希望这个终点是水手。这一天，他期待了很多年。庄先生，段太太，辛苦了。刘星杰了，见到了，我把计划告诉他了。局长，这两部电话连接的是酒吧，不管是出还是进，只要有电话，这儿都会响铃。这两部电话连接的是酒吧附近所有的线路，我怕他们有别的备用电话，所以我就把那附近所有的线路全部都连接过来了。很好，我们在这儿等着吧。嗯。有一点我想不通。你说那个何秀宁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他呢是我一个特别的外亲，从一开始李伯翰找到周汉廷的时候，我就把他安排在周汉廷的身边。你们只知道有这样一个女孩子的存在，并不知道她是我的人，对吧？对。那周汉廷为什么不直接甩掉他，反倒还把他吸收过来？嗯，这也是我所希望的结果。其实一开始呢，我也有这方面的担心，所以两年以前，我就让何秀宁打进一个铁血青年团的组织。哎，这个组织你听说过吧？听说过，全是一帮流氓、反社会分子和假共产党员。他在那个组织里呢，陷得很深，曾经被警察总署通缉过。你想想，一个无知少女，长得又那么漂亮，为了追求红色理想而误入歧途，像她这种经历，很容易打动像周汉廷这样的共产党人。这个周汉廷啊，也太大意了。嗯，其实他的选择并不多，一旦沾上，恐怕想甩也甩不掉了。他既没有机会送他走，又不能让他在外边乱跑，他毕竟是个通缉犯呐，对吧？与其等他出事连累自己，不如把他留在身边当个帮手。那这个周汉廷啊，还不如干脆把他干掉，直接往河帮里一扔，多简单。是啊，他这样一做的话，我还真是没有办法。何秀宁能够成功打进去的关键因素，就是共产党人的弱点，他们太讲人性了，绝不伤害无辜，尤其是老人、妇女和孩子，这可是他们的原则，这也是他们得人心的地方。这次他们要输在这一点上了。
秀宁小姐，请开门。我知道你在里面。阿梅啊，你是谁？你不认识我？是谭局长派我来接你。我不认识什么谭局长，你搞错了。没搞错，真是谭局长派我来接你的。把门打开吧。你搞错了，你快走吧。也好，这点动静正合适。愣着干嘛？坐。出城了，一会儿就到了。很准时啊！啊，怎么，电话里说齐佩林把那个何秀宁给打死了？可能是弄错了，也可能真是出了什么意外。不过没关系，他现在对我们已经不重要了。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等着吧。前面左拐，马上就到了。
刘新杰眼看着周汉庭上当，像谭忠树预料的那样出发了。刘新杰无法向周汉庭发出警告，那只会引起误会，甚至自相残杀，那将让水手更加孤立无援。刘新杰只好跟着周汉庭一起跳入陷阱。今晚也许要硬拼一场，刘新杰下了决心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要让水手活下来。周汉卿出门了，刘处长已经跟上他了。行动以后，周汉庭果然接到了通知，然后他打了几个电话，都是给他的下线，跟局长预测的一模一样。周汉庭人呢？刚出门，刘新杰跟着他。啊，要不要马上增援啊？增援？啊？去哪儿啊？带人出发吧，和平码头。是。要和平码头的电话，我那儿有两个人，你通知他们，离和平码头最近区域的所有的人员都赶过去，封锁那个区域。好。喂，你稍等。局长。你们听好。目标很有可能出现在和平码头，在我们这儿，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啊。他们可能是一两个人，一辆车，我要你们马上行动，拦截一切车辆和人员。可是局长，我们只有两个人。增援马上就到，大胆的干吧。遇见不服从拦截的，可以开火。局长说目标在我们这儿，这怎么办？码头这么大，这边有几个门可以进出？两个门，一个在东边，一个在东北角。都可以走汽车吗？东边的可以走，东北角的是小门。这是死命令，马上赶到和平码头增援，多久能到？好。赶快！局长，离和平码头最近的三个点都通知了，最快的五分钟就能到。现在几点了？11:10。可是局长。您怎么能确定目标就在和平码头呢？你看啊，安德森路在这儿，周汉庭的酒吧也在这儿。
离他最近的七湾码头在这儿。据眼线报告，七湾的泊位在修，下个月才能开放，可以排除。其次，就是这个和平码头，20分钟就能到。从这儿开车出发，不管去报告拦截，还是保护，都来得及。下一个是伯利，1个半小时的路程，其他的更远，太远了，赶过去根本是没有意义。所以，目标一定在。蹲下。阿九，谁说可能在码头上，要尽全力保护好他。明白。怎么办？别紧张。